根据那个台湾国建局那98年度，它有统计配偶间接受人工生殖技术受术者女性年龄与怀孕率和活产率的一些关系的研究。好，那我们可以发现说，大概在35岁以前，做人工生殖的话，怀孕率跟活产率事实上都可以维持到一定的有一定的成功率这样子。好，可是在超过35岁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说，无论是在怀孕率或是在活产率方面，都有一个呈现一个直线的线性下降的情形，这样子。而且年龄越大的话，下降的幅度就越快。